仲係安心出行啦。最終可唔可以執行佢嚟咁去做咧？而家嗰個指示咧，就係、去到11月10日嘅，因為每兩個星期就會發一次啦。啲鼻水喎，又唔係好嚴重喎。首先嗰個保險包埋今日當緊嘅指示係咪適切咧？有冇需要調整咧？咁而家我哋就執行緊現在嘅指示啦。至於話十一號前有冇新嘅指示咧，我諗政府如果有決定到。